我是Hsin Tao法师。疫情时代的来临，心安与平安成为人人的希望。所幸观音菩萨一直都在，哪里有苦难，他就在那里。2021年第三届观音文化国际论坛，这是一场跨越时空探讨观音思想的历史与传承，也是一场充满慈悲与祝福的论坛。来自台湾与日本的学者专家共同参与讨论年度盛会，让我们一直与观音同在，与全世界分享遇见观音的美好与幸福。